Hello，嘟嘟，你看两个宝贝在玩手机，不是玩手机，玩什么？玩游戏，玩什么？Snow Bros. 啊，很开心是吧？我们今 Snow 天去哪里？妍妍，我们去哪里？去海边，去海边干嘛？你会吗？哦。好了，美好的一天从麦当劳开始。哎呀，黑色，我们都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啊，垃圾快餐。对呀，但是其实麦当劳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呀，是吗，医生？啊，医生，麦当劳是不是给你带来很多快乐？Happy，为什么？为什么？妍妍说：“为什么麦当劳你这么喜欢？啊？还有呢？那玩具吧。哦，你现在不喜欢，以前喜欢是不是？嗯，就是那个 Happy Meal。哦，是。哦，太小了，你现在吃的更多了。OK，good。时隔3个月哦，至少3个月，我没有细想，大概3个月哦，没有去冲浪。今天，呵呵，又重新去冲浪，但今天你看没有带冲浪板啊，因为我这个车太小了，他们俩都去的话就很难放。那我就叫浪友带一块板给我用。时隔3个月，再次去冲浪，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去冲浪呢？很多原因哈，第一个是天气冷。雨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停滞下来之后就懒惰起来了。虽然也有我的主观原因哈，但其实客观原因还是真的是更加主要的。确实，今年的雨特别多，4月份了还有时候在下雨，然后再加上那个有排戏嘛，周末嘛，上个礼拜浪友已经催了，就是说要我去，那上个礼拜好像有别的事情就没去。那这个礼拜就迫不及待的就去一下。还有个事情跟大家聊一下，之前有个视频拍了，就是我被浪啊把身体给折了，就完全这样背后整个折过去。我之前视频里面有说过，那个之后其实我没有发现我的这个颈椎和腰椎这个整个脊椎下去有什么问题，但后来过了很久。背后下背这边有点隐隐的痛，早上起来才会有隐隐的痛，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就接着就连带这个叫做什么坐骨神经就很痛，痛了1个月，然后我就看了一些视频，说有可能是因为你脊椎哪里受损了，引起这个神经的这种压迫。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痛，然后那个好了之后，就开始这个脊椎往上开始有点点痛了，就是正背这边有点痛了。后来我在想，有可能就是上次冲浪的时候弄到的，然后它时隔大概5、6个月之后才慢慢发作，这个就让我提高了警惕，就是我也希望其他的朋友也注意一下，就是你有一些伤的话，可能当时，没有什么反应，但之后是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的。我这个我也不确定啊，但我估计八九不离十是那个原因。我到时候也会去那个医生那里看一下，骨科医生啊或者家庭医生那里去拍一下片看一下，到时候再跟大家看具体的结果。但我想说的就是，人到中年嘛，到了30多、40岁开始的话，要特别注意身体。然后，特别是那种不大不小的小型车祸，比如说你追尾啊，追尾你整个人往前一甩，这种你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事实上，为什么这边的交通事故完了之后就都是要去做这种医院去检查呢？就是做你有没有可能潜在有什么问题？有很多人都觉得，哎，其实有点小题大做了，那个其实不会有问题，会就是为了骗保险啊之类的，其实也还真的未必。
总之呢，我想说的就是得注意一下，因为岁数大了，你这种筋骨啊，各方面都特别，要值得去保护。你看这两个多厉害呀、啊，还自己擦，自己擦，是吗？能看到吗？擦那个防晒，多厉害，棒！好久没到这里喽，快到了，它是那个沃尔玛。喜欢这个车，这个摩托车和这辆车。哇哦，好久没来了，终于又回来喽！爸爸，啊，好久没来这里，你是不是也想这里了？啊，这么小的家，这么小的家，这是家吗？这是停车场呀。哦，你看那个叔叔已经停好位置了，我还没有位置。他这个叔叔啊，挺好的。哇，一来就有位置，太好了。浪友说这里的浪不好，说去 Huntington Beach。那我们继续走吧，几分钟就到了。发现风很大，而且比那边刚才那边要冷很多，然后我儿子那个 Chris 他就不愿意下车，就说要回去那边。然后这个 Ethan 呢，小儿子呢又很想出去，他反而不怕冷，平时他也有时候也怕冷。然后就两个，一个要出去，一个不肯出来，还在哭。然后小的就是还挺有耐心，在等哥哥改变主意，最后下来，最后僵持了大概30分钟，那个 Chris 大儿子才决定要下来，就闹了很久。我尝试过，就带着医生啊，我说我不管你了，你要再这样闹，让你下来也不肯，回去也不肯，就是我都听他的，他也不愿意。最后他还好，他们俩就跟着一起出来了。哎呀，这个就把我搞得好沮丧。我不知道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小孩子闹脾气那种，你就是依他也不是啊，凶他也不是啊，怎么都不是的那种时候，那种沮丧啊，那种无奈。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可以分享一下。不过最终他们还是下来了，然后一玩起来，他们就开始就觉得好玩了。其实好多时候就是他一个念头，他觉得哦，刚才那边好，或者说是我不想去，我不喜欢，然后就拒绝了一切。后来就很好了，你看 Chris 他就很享受，因为我怕他下去又闹脾气，所以我都没有换那个 wet suit，同时我也觉得有点冷。你看小儿子 Ethan，他穿那种衣服都不怕冷，Chris 他穿了 wet suit，然后还交了一个朋友，一个跟他差不多一样大的朋友，还约着下次也要一起再玩，也冲得挺开心的。虽然是拿 boogie board，然后他还想要我去拿那个 surfing board。我都
不方便嘛，因为要看着这个小的。小孩子就喜欢玩，其实他就有时候有点障碍，哎，觉得我不想去，不想去，不想去，或者说我要去怎么样，他有一个一开始的念头，但一旦玩起来就真的是看到他玩这个板啊，比以前好很多，所以我也挺开心。就是以后的话，我可以跟他一起冲起来。但今天的浪啊，确实是那个风很大，因为汉廷顿 beach 的浪就一直是比较大的那种，所以的话再加上风又大，你是真的对我来说我是不太想在这边冲啊，因为水平还不够，把我的浪友他也只能冲一些白浪了。时间过得很快，就慢慢它的浪也变得更散了，就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漂亮，也更加难冲。去玩了是不是很好玩啦、啊？后来下去水里是不是很好玩啦、啊？啊！你不怕冷啊？有一点点，但是一开始你都怕了，是吧？一开始你以为很冷很不好玩，后来去玩了也还交了一个朋友，他叫做 Nam，N-A-M， 下次我们可以约他一起玩 ，OK？等一下就要上武术课咯，下次我们就不闹脾气了啊，好吗？ OK、